Good morning. 在我老公的要求下，他要我把我的这个风兰正在开花的风兰和他的正在开花的这个 Vanda 万代兰一起拍。他说都是亲戚，可是有大小之分呢。来看一下，他手里hold的这个是我正在开的这个风兰，叫丸金刚。丸就是小丸子的丸，那就是很小的，这个是个豆叶的短短的叶子，对吧？看得见啊。然后再看过去，这是我们家小小的后院，然后是 patio， Vanda 挂在那边，我 move in 啊，有一只鸟在它的这个 Vanda 上面。Vanda 是我家老公的花，因为是他在看管，每天给他浇水，看到没有？这里我让他的背景在白的这个地方，看到我的这个来指一下，看到我的这个尖尖的这个尖尖指的地方，看到没有？在弯大的这个枝上面有一个小鸟，小蜂鸟，它停在这儿。叶子上。弯大的叶子，对呀。这个上面看到我晃动了，哎，我停在这儿了，看到这个尖的地方吗？停在这儿。那我现在旁边这边有一颗万代，它在开花，看到我的这个尖尖了吗 ？It's kind of unfocused， 好像不太聚焦。我来点一下啊，这个地方万大在开花，看到没有？然后下面是庞大的根，你把这个拿远一点。那我们走过去可能会把鸟惊飞，但是看过鸟了哦，没关系。我先把对着鸟这个地方看，它还在这边不？哎，它还在万大的这个叶子上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哎呀，飞了。又跑到另外一个的枯枝上来看它吧，变成看蜂鸟了。蜂鸟与万代，先看一下啊，飞了，彻底的飞了。好的，那现在看这个 size， 这颗是这颗是万达，看到这个根了吗？这些网状的东西，这些是根，它的根。我怎么样让它的根它明显一点呢？在这个黑网的背景看的明显一点，对吧？好嘞，我让它不那个远一点，对，看好，现在看全了啊。那么它的这个根全裸的，中间有一个小盆，其实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植料的一个网盆，也一个 net pot， 里面几乎没有什么植料的。那么根都是在空气里面的，平时都是或者挂在我的小竹林里面。或者是有遮阳网遮住的，我的这个上面也长满了这个 passion fruits 果树的枝的这个 patio 下面。那现在它上面在开花了，先看一下它的这个花，哇，有没有很漂亮，蓝紫的这个红，它新鲜开出来的，还花苞还带绿，非常的漂亮哈。它的花没有开的时候，它的花型跟蜂鸟的那个花型的那个蓓蕾其实是差不多的。哇，大小之分，这怎么比啊？这个尺寸。对，他们有亲戚关系，但是并不是一类的哦。蜂兰有更多的这个baby 会长，有些小苗会长出来。那么 Vanda 的话，基本上是一根茎往上长，但是它也会长，很少，也会长这个小 baby， 看到没有？这个地方也有 baby， 说可以切割下来，但是我们也一直没有弄，让它在一个整的大株上面。你看它这个尺，你看这个尺寸，真的不能比。虽然是亲戚哦，都是这个差不多类的东西。蜂兰不是。蜂兰属啊，我怎么说啊？万代哪一个是哪一个大类啊？是万代属还是蜂兰属？蜂兰属 I guess， 我知道，我没做研究，但是他们真的是，哇，在尺寸上，这个丸又是特别小的，豆叶又是特别小的，然后，这个你往上稍微拿一点点，哎呀呀呀呀，看得见，哎，它刚好后面有蓝天，有那个阴的那个影子，刚好看得见两个花摆在一起，哎 ，it's like 都是狗狗哈，就像吉娃娃和这个金毛猎犬的这个比例一样的 ，yeah， it's like 吉娃娃 versus golden retriever 。好的，那么正好开花就看一下，
它平时就掉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我还有一颗正在开的嘛，上次已经拍过视频了哈，就是这个紫的这个万达，在这个竹林里面，所以 either 他们都是在这个怎么讲比较高光的但是又不直晒的地方。好了。啊，你杵过去看一下，跟那边的那个比例，那这个还近了，近大远小啊，所以对，那好的，那今天就这样了，谢谢跟我一起玩，跟我一起赏花，Have a nice day, thank you, see you next time, bye bye.